艺兴最近进步很大哈，他的 balance 感觉很不错啊。接下来易峰，大家好，我是易峰，然后我希望一会儿的选手可以有一个平常心，然后希望每一个选手都可以上春晚，今年不行，明年继续加油，只要有梦想就可以实现，谢谢。易峰，我们2018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导演杨东升先生也在，你也要加油哦。导演，我在这儿呢。好，来这边王龙。谢谢，你忘了我带麦，对不起。大家新年好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那也给所有的加油啊、所有的选手们加油，然后好好享受这个舞台，好好表演。谢谢郑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郑凯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梦想的舞台，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力量帮助他们筑梦，然后在春晚的舞台上看见他们的身影，谢谢。谢谢郑凯。杨洋。大家好，我是杨洋。每个选手在我们心里都是最棒的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加油。好，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筑梦嘉宾，我们请各位筑梦嘉宾到那边就坐好不好，来掌声送给他们，谢谢你们。